Hello，这个主要是要教怎样 lock 那个 mic 的 frequency 咯，有 A 跟 B 的，OK。所以啊，这个 mic lock frequency 啊，比如讲有2000架 A 跟 B 嘛，这个是 A，那个是 B，OK。如果 A 要 lock frequency 的时候，B 的插头要拔掉啊，那个电要拔掉啊，那个 adapter 的电要拔掉，不能有连着电，就算关了机，电也是要拔掉，OK。然后我们开始来 lock frequency。你看到吗？这个是101，然后另外一支麦它是1到99哦，这个是1到199哦，OK，然后你就按99，给它就跳 SEL，OK，然后你就可以换 frequency，不能一样啊，OK，比如讲这个 A 加 A 的家里我就放三条一，看到现在没有声音了，等下 lock 了，选了 frequency。有声音啊、哦，然后 lock 的话要两个一起按着，它就跳一个锁头出来，看到吗？这样子就 lock 了 frequency 了。lock 了 frequency 过后，B 的家里就不会听到这个麦克风的声音啊。如果没有 lock，这个声音会传过去的。OK，so、okay, 以此类推，这个 lock 了到那个 lock 了，这个机也要拔掉电到另外一个 lock frequency。OK，好，thank you。